大家好，我是五仔。大家好，我是 OK 仔。我哋有跟进下香港嘅师资问题。嗯，系咁有好多单消息，有啲老师啊俾人钉牌，有八件。系系啦，涉及一啲咩搞学生妹啊？诶，搞专系专搞学生啦，女学生、啊。有啲又话咩话？咩啊？咩搞同性校友啊？系啊！哇，唔够人啊！啲老师啊，仲钉牌啊！嗯，咁犀利嘅。咁啊，请大家俾个 like， 即系支持我哋嘅资料搜集。系支持咧，我哋嗰个 Patreon 啊，冇广告嘅五蚊鸡。咁有啲人啊，过咗一个月咧就未 join 翻，大家快啲 join 啦！啊，咁啊，希咧日日就同我哋 up 片嘅。今日要讲嘅就系啲咩咸湿嘢啊？教育嘢噃，咁啊有话今年有八个教师咧就俾人钉咗牌咧，哇破咗纪录添啊！当中咧有人就搞啊同性校友啦，即系专即系女老师啊搞女学生，定系男教师搞男学生咧？唔知啦。阵间我都可以再分享一下。啊、分享咩？之前咪有个老师话搞个16岁个女仔啊喺架车度有，我有个校友啊。有校友啊，系咪小西湾啊？系啊，你真系校友嚟喎。咁样啊？跟住之后佢点样做呢？咁啊，都好多老书嘅劣行噶。冇错，得闲攞出嚟批斗下啦。咁啊，顺便咧讲下啦，啲校长啊喊救命啦。就中学校长啊就话啦，你而家啲人才流失咧，影响啊未来香港教育制度嘅发展。咁啊，走过好多人咩？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噶啦，而家就话直情有报告啦出嚟咧，就话咧已经有超过7000多名嘅中小学生即系走晒去呢个叫做英国啊，系咯，主要系英国啦，咁啊就走去读私校添，就话吓，咁、就咁样啊，咁啊真系头都大埋啦，咁人又唔够，仲要钉埋牌。咁即系点算咧？你话呢个世界，香港人人谂住有书读噶嘛？唔系啊，我朋友都知道香港读书又艰难啲啦，移民咗去加拿大啦，系嘛？啊个仔，佢即系之前好多人移民啊，咩政唔政治唔系、啊，佢话下一代嘅教育问题、啊。冇错，佢哋自己唔想再受啊嘛。唉，大家都明啦，喺香港读书，你见下我哋嗰日讲嗰个即系之前啦，有讲过啲靓妹又俾人闹爆又各样啦。你咪近期啱啱大个啊，人大个咗都麻烦啊，教车师傅都咩咩咩。咁你真系谂下香港嗰种成套嗰种教人嗰种方案，即系咪究竟有啲咩问题？系啦，讲下呢八个被钉牌衰啲乜嘢先？衰咩咧？系咪衰啲？嚴濕嘢咧，我哋睇下究竟入邊啊呢八位教師有啲咩古靈精怪事噃嚇。咁啊，當依家咧就話教育局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咧提交文件啊，文件指出咧，截至四月底為止，原來有八個老師就俾人釘咗牌啦噃，比佢過去三年每年全年釘牌人數啊最多為多啦，直至到2019年啦，到今年四月底为止咧，累计啊已经有超过27名老师咧就俾人取消咗注册咁话咧。咁局方有文件就指出咧，哇喺当局啊喺三年里面咧，合共接获咗502宗老师涉嫌违反专业操守个案啦。咁啊，当中咧仲有即系讲到话有13宗个案咧，依然进行紧呢个司法程序咁样噶。咁啊嗱，有文件入边咧。披露啊，部分教师咧被人取消注册嘅个案细节、其中一个个案犀利啦，就话涉事教师啊向全校老师发电邮，就表示咧自己啊同一名同性校友咧有不恰当嘅行为，哇，并且转以一名女学生为目标啊！哇，系即搞女人搞女人定男人？应该系女人搞女人，女人搞女人啊，少听、啊。佢仲要吓？同性戀 Miss send email 俾全個學校嘅 Miss 知喎，即係嗰啲老師啦嚇，唔一定 Miss。公諸於世，我條女嚟咁啊！唔係掂啊！我哇，呃咗㗎。係啊，咁樣我依家即係話俾人聽嗱，我下一個 target 係咁，係邊個咁樣喎？哇！好狼死下喎，好似狼啊狼啊！仲话啦，有调查发现咧，呢个教师啊，同呢个女学生咧，送靓嘅礼物啊，同埋俾钱佢，哇！系，正包养咁好似，系咪啊？哇！真系女人都第一次听噶咋？应我即系如果你就咁睇，我估都系应该系女教师啦，系嘛？咁跟住有啲人又好咩好左交噶嘛，跟住话，诶，而家呢年代有冇咁出奇啊？咁我但系唔系，你自己本身唔系讲同性恋喎，呢个系你。
大家有身份嘅喎。系你是教师为人师表喎。系咯，你去到那度不是发展爱情喎，发展学业嘅啫。阻还阻啊！即刻要懂拱翻啲孔夫子出嚟先得喎。你真系噶，即系大佬你啲唔系问题就话你如果你老师同埋同事都可能冇乜问题。系咯。但你哋自己你始终系师生啊嘛。冇错。师生恋就恋龙啊嘛。系咯。唉，真系。唔系啊，你俾人感觉上面究竟依家你系嚟教学生啊？嚟搵食噶。嚟嚟搵食。搵嘢食喎。喂，你老师嘅质量系有噶啦，大家都知道你都系打份工嘅啫。咁但系如果你谂住喂，我唔系噶，我嚟打份工，唔系教学生噶，谂住嚟沟人噶啊，搵嘢食噶。系啦，咁啊，俾人个感觉上面喂，好似唔恰当喎。咁你不如出去搵啦，唔好喺学校搵啦。你搞到成个风气好似乱晒龙咁，仲要话晒俾人听喎。系啊，你要女我嘅咁啊。啊，喂，唔得，你话俾人听之余，仲要吓送礼物啊。送钱俾钱佢，系你成个风气，你搞到学校里边啲风气，你俾啲学生听到或者知道咁样，哇系，你仲有颜面喺呢间学校度立足咧？如果你身为一个教师，系咪先？啲学生一定有闲言闲语噶嘛？点谂啫？后生仔吓，哇！你啦佢犀利啦，有人照啦，有人包啦，嗰啲啦，可能好多呢啲说话，好多嘢玩嘅，系啊，跟住得啦，跟住你谂下，其他老师听到呢啲说话，你认为可以点咧？呢佢即系僆仔讲嘅事实。因为你真一样扬晒都周围都知啦，系嘛？但系佢唔介意啊，觉得冇问题喎，要即系当时嗱，我唔知啦，即系嗰当时教师又唔介意，其他教师好难管治噶嘛。哇！真系咧乌烟瘴气啊！我求其喺网上揾到张图啊，个阿 Sir 啊，俾个阿女学生啊喺嗰个咧。大庭广众啊，系嘛？喺度观音坐莲啊！哇，哇，真系离晒谱啊！真系玩嗰啲纤腰嗰啲骑马机咁样喎。系咯，系啊，哇，系搞到咁样啊，有真系犀利喎！咁啊，除咗讲到话送名贵嘅礼物啦，同埋金钱咧，呢位老师啊，更加咧向呢位学生咧发送大量超越师生关系嘅信息咁样啦！哇，重要喎、啊！在学生住所附近徘徊，等即系逼对方咧同自己见面添。哇！呢位老师有少少 over 咗喎，好似系啦，揾食嘅你。唔系揾食咁简单啊，好似求爱。佢嗰种得唔到，即系千方百计要得到你咁样。哇！系睇嚟呢位老师都有啲系咯，开心啊！应该要揾啲专业嘅人士。佢唔系喎，佢已经读书读出嚟嘅，点解咁？读弯咗咯，系啊，情不自禁，唔系情不自禁还情不自禁啫。咁有啲嘢，我哋明白到有时候人啊，为咗爱情啊，无论男与女又好，同性之间啦，唔知啦吓。总之爱情啊，做一啲咧超乎你想象嘅正常行为噶嘛。男与女啊，成日都有噶啦，唔系打交，跟住又话变咗杀凶杀案添啊，好多去到呢个位置，但系。老师同呢个咁啊搞到咁样咁，所以局方就取消咗呢个注册啦。仲有个案啦，就话有教师咧担任呢个文凭试呢个考试主考期间咧，透露呢个考试嘅试题啦。咁啊就因为呢个老师咧透露咗呢个试题咧，就被触控相关串谋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，被判监，又取消咗资格啦。即系点啊？试卷嗰啲啊？话俾你听啊，有咩题目咯？唔得嘅咩？梗唔得啦，系啊，不嬲都唔得噶啦。咁跟住啦，另外咧有另一个个案咧，就系因为老师涉嫌呢个刑事破坏。吓、啊，系啊，老师刑事破坏？咁你收工？老师系啊，抌发脾气咁顶紧，哇咁啊，扫烂啲嘢咁样，你埋单系好多噶啦，又人嚟嘅咋，唔系机械人啊？唔关事啊，我嘅一个。人我唔做呢啲嘢，咁咪嗱，所以咧每个人都有机会犯错啊。不过佢系老师咁解，理论上就应该唔会有呢啲事嘅。不过冇办法吓，压力大啊，系嘛？咁啊，仲有啦，我哋讲下咧，仲有啲咩老师嘅失德个案，即系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惊讶。喂，其中一个啊，犀利啦。就话啦，教师啊，长时间用带有贬义嘅 nickname 啊，称号呢啲咁嘅称呼咧，就叫学生啊，就令到学生咧个自尊受损。即系嗌做厌仔嗰啲啊？我类似啦。你有冇受损啊？我冇啊，冇咪得咯。系啊，有啲老师啊，老师又会唔会咧？我哋嘅年代有咩？
会唔会咧？即系起个花名啊！人就我学我哋朋，即系朋辈之间就会有矮仔杰嗰啲啊，唔会啊，系咯，唔会啊，即系阿肥仔 dude 嗰啲咧，肥 Tom 嗰啲，我应该系呢啲，可能系呢啲，系嘛？即系谂住同学生 close 啲，不过咧再玩串啊斗鸡鸣噶嘛，哇！好啦，大镬嘅，系嘅，吓，即系矮脚虎嗰啲 friend 啦，唔会啊嘛？老师改花名，系啊，闻所未闻，我有冇咧？我好似冇喎。我真系冇喎，我诶、欸，我哋旧嗱，我哋旧时冇嗌全名噶嘛，系一嗌你全名，嗌全名，有几个会嗌识鬼你花名咩？边点知你唔系通常我上去读表演嗰阵时，啲女 miss 嗌我做靓仔嘅，通常系咯，讲呢啲都系花名，不过 boy 嘅系咯，咁啊冇啦，咁嗱，我唔知道点解呢位老师会用呢啲有贬义嘅。啲花名系啦，咁啊奇怪啦，咁好啦，另一单咧都系非常之犀利，就话有老师啊，未经学生或者喺学校嘅同意底下咧，将学生嘅习作上载呢个社交媒体啊，并咧落留啲 comment 啦，咁咧当然咧就有带有啲侮辱嘅意思同嘅喺入边啦，系咩？系喎，咁卵核突嘅咩？类似嗰啲啦，喂，唔系啊，内地或者唔系好多社交媒体都夹，不过你唔知边啲人嘅功课嚟噶啦，咁啊可能。即系哇！你睇佢近年蠢啊嗰啲啦，我唔知啊。公园蠢系啊，你咁都唔识答错啊，写乜？你睇过画乜春噶嘛？系咁啊，类似嗰啲啦，唔知系咪啦？咁其实都系嘅，即系呢啲嘢依家年代唔同咗，以为乜都可以摆上网啊，有啲嘢唔摆得上网噶噃。咁啊，另外啦，就话有老师咧处理学生秩序嘅问题嗰时候咧，就怀疑啊个教师咧拉扯学生嘅衣服，又要求啦学生咧独自离开课室罔顾学生安全啊，剥削学生学习嘅权利。哦，即系用暴力啦，出手啦，开始拉扯啊。嗯，我哋有冇咧？都有少少。有掹下你啲衫，掹下你胎最兴啦，喐下条胎，系啊，你做咩啊？吓，打到条胎咁短咁样做乜鬼嘢啊？嗰啲咧。冇乜嘢，一系整下你条领咯。不过其实佢又唔系属于好暴力嘅，我哋嗰段冇，即系都系执翻你啲仪容，咁啊喐下你条裤，喂你条裤啊。言语暴力更甚啦，佢唔敢喐手嘅，惊啊！其实嗰时候我哋嗰啲阿 Sir 先惊，先精啊。嗯，哇！你哋高头大马咁，个个都系咪先？唔系，我都话试过一个老师，老师应该俾人吊销咗嗰个教师资格啦。佢系变态噶嘛？变态，佢。即個個全是全學校年年都攞最受歡迎老師噶嘛，人哋即嗰陣時興有呢啲嘅，有我哋嗰陣時讀西灣河嗰間男歌手咁樣好似咩國府咩會嗰間，知道咁嗰條友長頭髮嘅教 arts 嘅，跟住又話佢係即以前興蘇永康啊嘛，又唱蘇永康啲歌咁樣冷勁咁樣嗰陣時嗰啲咩聯歡會，跟住條友係攞年年攞幾年嗰啲最受歡迎老師，但我係睇佢唔順眼嘅，即其實我唔係睇佢唔順眼，我睇个个都唔顺眼噶啦，即系我嗰阵时我唔中意翻学噶嘛，咁我见到佢唔会特别识嗌早晨啊嘛，个个即系佢觉得我好似鄙视佢咁样咯，即系嗰种感觉。但系其实我对佢冇嘢，我对个个都系咁嘅。咁但系佢心理变态啦，捉我去教员室，佢话你咪唔妥我啊？边打你啊佢？唔系佢教员室冇人啊，佢教员室冇人，我而家屌你系点啊咁啊？哇！系啊，我讲错屌你系点啊？佢真系咁样噶，跟住后屘天有眼啦，佢搞个学生妹，16岁喺西湾河喺个车度，抄人哋俾个休班警长见到，因为嗰条女着校服，有个人问系咪西湾河啊嗰个校友嚟噶啦，咁跟住嗰阿 Sir 咧应该俾人吊销咗，俾人抨咗走，佢临尾最后一日仲上我堂咧，系咩？应该我上佢堂啊啲，咁跟住话咩啊？佢仲讲懒又型咁，做错咗啲乜嘢？做人就要认吓，就要承担咁样讲埋啲无谓嘢，唔关事。佢夹阿 Sir 咁啊，讲啲乜嘢？跟住转个头咧，无端端有个 Sir 上嚟咧，同佢讲，佢话得啦，你执嘢走啦。系啊，你唔使啦，你放低晒你手头上嘅嘢。而家你教员室执嘢咁样，我哋睇住佢俾人赶走。跟住个阿 Sir 好落面喎，好落面。跟住个阿 Sir 冇嘢，唔好八卦大家。跟住个阿 Sir 唔讲得嘅咁嗰啲，好啦，自然又笑笑咁样咧。咁我哋有睇新闻噶嘛？一个单都唔系细新闻嚟。咁我话咩西湾河一间中学咁样，人都知边间啦。咁啊，即系知咩料？跟住嗰条友咧。要话俾人听呢件事系真爱，系咩？佢搞完个学生妹，俾人踢咗出校，阿 Sir 啊讲紧，日日放学喺门口等嗰个女仔放学，哇！就话俾人听，
真心相爱。哦，我玩呢啲，玩呢啲，哦咁样，拿翻扎梳，啊咁啊系，要型啊！你呢啲使唔使喺门口等啊？系啊，你真系乜嘢嘅？你咩都得，使唔使喺门口等你做俾人睇噶啦？唔系啊，喂，真系、啊，你做 show 俾翻呢间学校嘅人睇嘅啫。咪就系咯，六角咁嘅。话知你中意之后点搞都得啦。而家死咗都未顶咯。唔知咯，咁啊，不过其实唔系我根本上我喺嗰间学校好多缺点啊，小个全部都系佢俾我嘅。屌你，你咁虽然嗰啲系冇意思，但系我话俾你听，会毁咗一个僆仔嘅心态。啱啊，呢啲误人子弟，我话俾你听噶啦。唔系，其实好多都系嘅，你。我哋舊時好似頭先你話嗰啲咩拉扯啊，呢啲就我哋少見啦，少見撥撥車啦，係咪？喂，我舊時啊，讀 art 嗰個啊，好細細粒嗰個咧，喂，成日跳掣啊，嗰、那個又係細細粒 art， 係啊，你哦係喎係喎係喎，嗰、那個又係。屌你睇嗰啲身形嗰啲侏儒仔自卑噶嘛？大佬，喂上晒堂突然间跳掣喎，佢会哇真系我心谂咩料啊？哪知画不当者艺术家噶，碌角咁嗰啲系。所以好恐怖啊！有时候大家出嚟即系真系出嚟翻学啊，系出嚟翻学、啊，遇到啲冚家铲啊，真系唔知点算啊！都唔知点同你屋企人讲，哇嗰、那个阿 Sir 咁样。诶，我老母先掂啊！我同我老母讲个心理变态啊，跟住佢话你自己唔读书，话阿 Sir 有问题啊！攞埋份报纸俾你睇啊，老母搞学生妹喎、啊，系咯，系嘛，跟住唔敢出就呢个世界好多坏人噶，你点知你教你嗰个系好定坏？好彩我硬正啫，如果唔系用乜而俾人整咗十几张嗰啲小过缺点，佢哋要签名嘛，家长我跳楼添啦。哦，系啊，好彩我个人啊够晒快啊。喂，你谂下，你谂下，拿住咁呢啲咁 N 咁多张缺点嗰啲小过嘅嘢出到去，人哋点睇啊？要啊，你开头以为咁谂，但系其实就唔关事嘅。咪当然啦、啊，你千祈唔好咁谂。有啲唔系啊，你去到其他学校啲人，哇，肯定系坏人。系啊，讲到，总之冇噶啦，我底花咗啦。嗰阵时中学嗰阵时，而家几靓仔，系咪？咁梗系啦，梗系啦，高头同你班磨碌饮埋同一支水啊，扑街啦，系咪先？好嘅。嗱，所以咧讲到话依家啦，有中学校长咧就喺度喊救命啊！咁啊，你又有炒友啦，咁多人钉咗牌咁样，就话。太多人才流失咯，就搞到咧嚟紧啊香港教育发展咧系会受到好大嘅影响啊！佢哋呼吁咧香港政府咧要尽早规划添。咁点解咧？咁因为讲到话咧，有机构研究报告咧就话有超过7300个中小学生咧已经离开咗香港啊，去英国读私校噶啦噃。咁啊喺英国嘅新生人数啊按年急升30%咁夸张。咁啊系咪真系遇到呢啲太多呢啲咁嘅事到？知道咧，啲人就走咧，系啊，其实都系教育制度嘅，各有各啦、啊。其实都系教育。佢自己嗰份工佢唔中意做嘅，佢唔系咁，佢有咁嘅谂法啊，不如换一换啦，嗰种环境咯。系咁，我哋都明白，依家香港地嘅读书嗰、那个好似都冇乜点变嘅，唔知系咪？唔系，咁我哋成日讲话啲老师唔好咧，我要补翻一啲说话，唔系费事啲人真系唔读书。我想讲咧，我大个仔啦，跟住走去读完文化中学咧，咪走去读表演嘅。系。我在表演嗰度咧揾翻我人生嘅，你唔好话我都成日怪人啊咩成，我开头咧都会以为，因为我自己系一个读书唔成嘅人，出到嚟，我对咗老师有少少仇视啊之前，但系咧我喺读表演嘅时候咧揾翻我自己嘅长处咧，嗰啲老师咧又好中意我，我由一个废柴咧变咗个高材生咧，我又觉得咧其实系揾一啲你自己啱嘅科目，你就唔好仇视所有老师啊。呢样嘢咧，当然啦，你调咗出嚟之后，嗰个环境同埋随住嘅年纪咧，你见到啲老师咧教人嗰个模式都会唔同噶，梗系唔同啦，系嘛？即系我出嚟进修嗰时候都系噶，喂，嗰啲阿 Sir 话唔同晒喎，你唔完全唔系中学啊，嗰啲年代嗰种嗰种份工系啊。嗱，好老实啦，你话中学有冇遇好老师？我都遇过有啊。我初中嗰时候啊，读 DNT 有个咧有朵啊，唔知可能一听，可能有啲人读过啊，知我读边间初中。我哋有个朵，仲记得个名啊。我哋嗰个阿 Sir 叫粗口语，我哋叫佢粗口语，好烂口噶。佢依家教我哋 DNT 噶，系咪？系啊，咁可以咁嘅咩？系啊，好粗口啊！佢真系一开埋口就有咩嗰啲咁样噶。得嘅咩？但我哋又受，因为
咩啊？少男子嚟噶嘛？我哋嗰度你读咩嘛？系咁记啊，冇错。咁你喂，但系佢又得意喎，啲口几 nice 噶，唔系话即系想象中咁恶噶啫。讲粗口未必系坏人，受欢迎未必系好人。佢不过咧，佢有个我即系依家谂，即系用依家嘅角度去睇翻咧，佢旧时有个优点嘅。虽然你话佢粗口，佢专对一啲咧，即系所谓嘅恩皮仔咧，有一套嘅字法。因为佢本身都系恩皮仔啊。佢粗口到爆嘅又系，不过唔紧要。其实即系你话喺人生啦，读书里边一定遇到啲好嘢同埋唔好嘢嘅，咁你都有得拣。咁但系好似呢班咁家长、学生一次过，甚至乎老师添，大家都走啦。咁啊，移民咁啊，转移一个新嘅地方，数量之多咧，就而家搞到啲学校啊，都头都赤埋。咁中学校长会讲到啲乜嘢？有啲咩问题呢？因为又讲到话啦，有中学校长会啊，就呢个表示啦，佢话学生离场嘅情况非常之严重。佢话净系唔系话净系讲我哋学校自己啊，而系成个香港整体发展咧都有问题啊。佢话如果啦情况继续持续落去咧，佢话社会啊未来动量会逐渐减少噶嘞噃。哦，咁样都啱嘅。咁而讲到话呢个会指出咧，人才啊系近乎啦，香港唯一嘅資源咁樣啊！人才喺世界各地都係每個地方嘅唯一資源嚟嘅嚇。咁政府啦，就佢哋呼籲政府啦，應該及早針對點樣將育才同埋留人才做出一個規劃，就唔好去到最後咧，就去到一個不可收拾嘅局面。咁你咧到時候咧就麻煩啦咁樣喎。除了學生之外啦，佢哋即係呢個校長會都講到話，其實啦，啲教師離職嘅數字咧都不斷向上升，完全影響學校嘅運作，更加咧影響呢個整體教育嘅質素。其實都啱㗎，因為我哋成日都講過，之前有個問題就係話，你教師少即係打份工咁啫嘛，教師。留低嘅教師就只會 handle 越嚟越多嘅工作，咁啊佢一個人可唔可以斬開十碌去分身十個位呢？難，好難，甚至乎你絕對影響到佢嘅教育質素咯。咁其實要諗辦法揾多啲老師翻嚟，或者吸引啲人。你話揾海內地幫啲老師翻嚟得唔得？咁你都要人哋做得留得低啊！喂。有香港嘅教師都講過啦，喂，翻上去內地輕鬆啲喎，嚇唔使兼顧咁多嘢喎，嚇喺香港一個打十個咁滯喎，咁你又你請邊度請人翻嚟都覺得辛苦，都唔想做嘅，咁呢樣嘢全部啊都係嗰個問題嘅癥結嚟嘅，咁究竟要點樣解個結咧？佢哋都話啦，你希望咧即係政府咧快啲諗辦法去泵多啲教師翻嚟，話揾多啲教師，如果唔係咧，斬唔走嗰啲。做到老啊退休，咁咪有一批流失係嘛？咁一扎學生咧，跟住你對唔知幾多班一個教師到時候咧，你每況愈下嘅成件事嚇。咁因為啦，你冇咁嘅足夠人手去做一個接班咧，到時候有一個空檔嘅大空檔時間，嗰時我咁好彩嗰啲出生率又低嘅香港。都是的，咁但是你走啊有一批走一批，咁你即系增多足少啊，到时候都是会明白到。咁其实佢话成件数啦，即系无论教师又好啦，学生都好啦，数字下降对香港教育咧系非常之危嘅。咁但系佢哋又讲到一样嘢，其实都有啲机会喎。有啲咩机呢？就系话减少每一班学生人数。希望呢，如果用呢个縮班啦，或者你叫做小班教学呢，从而啊老师可以呢take care 到每个学生嘅需要。你小班教学咪更加多老师囉，其实。係得唔得噶？得唔得？够唔够人啊？你睇下冇人又小班教學。唔系你睇下个学生个比例系咪縮得快嗰啲教师囉。咁你教師而泵翻嚟，唔通喺外地，即係內地又好，外國又好，泵廿人翻嚟，咁你學生依然繼續持續減少，因為你出生率都講過低啦，頭先都係嘛？咁人越嚟越少嘅時候，好嘅，小班教學都我覺得好事嚟嘅。你問我就起碼唔使咁緊張先啦，啲阿 Sir 都，你諗下一個人對住四廿人咁，成班友有老有嫩咁，有啲啊高矮肥瘦，有啲就聽書，有啲唔想聽書，咁你其實喺我唔知啊，有啲我自己覺得有時候啲阿 Sir 都係諗住捱過嗰一堂去嘅啫嘛，係嘛？即係你做佢入嚟啊，講完啦咁樣好受。你唔覺得以前我哋讀中學嗰啲老師 Miss 教書好冇 hard 嘅咩？有咩 hard 啫？你唔覺得我哋而家講嘢好有 hard 嘅咩？
咪你唔同啊嘛，你嗰种心态都唔同。屌，咁你搵都算高人工啦，你咁自豪。冇啊，喂我，但系真系教得衰。我哋成日我都未见我哋，我嗰时候同你一齐翻学啦。系咯，十个唔好话十个啊，十个又总有几个都成日标榜自己打份工嘅。我系咩？有咩？系啊，有啊。有咩搞？教数学嗰个又系，教啊教边个又系，喂，你我啊打份工啊，你阿孙副校，系啊，即系嗰种意思，你啊咪出到嚟咪吓咁咯，搵唔到嘢做咯，做啲乜乜乜咯，即系你佢系咁用呢啲咁嘅言语去唔知刺激你好啊，定系咩？冇嘅，呢班友都冇乜梦想噶咯，梦想啊！嗰、那个环境佢心谂，喂，我哋吓、啊，即系可能我出啊数学书嘅，有头有面嘅，可能佢觉得自己，诶，你哋咁样咁啊，呢啲我哋杂牌军嚟噶嘛，嗰时候系咪？啊，衰到喎，有听过有啲老师好贱喎，讲嘢，好贱啊！啊，我小学有个 miss 系心理变态嘅，唔系啊嘛，心理变态嘅，佢咧。佢对住人咧，对住校长咧就扮春晒嘢咧，好似啲议员咁样嘅。跟住对住我哋嗰阵时咧，讲埋啲贱口啊，直头系。系咪？讲咩啊？我哋教嗰啲课外活动系叫环保。佢入嚟其实问人攞簿嘅，同我老师好好倾嘅。嗰条友系肥婆师奶咧。好似菲利嗰只粉红色嗰只手口啦，大嚿嗰只咧，或者怪物咁样嘅个样。咁跟住咧就我哋上嗰个叫做环保堂嘛，环保一咁样啊，叫做系环保一班啦。跟住咧嗰个变态婆咧讲啲乜嘢啊？佢话知唔知你哋学乜嘢噶？学废物利用。即系利用你哋啊！咁样啊？啲变态哇！真系搵位夹硬去噶喎啲嘢。我心谂。我精英班喎，你话对住啲唔知咩讲啦，你其实对住咩讲都唔啱噶啦。不过我觉得做乜春呢你？跟住嗱，有个阿 Sir 又系嘅，屌你老尾又系人哋嘅教育，即系好心你哋啲老师教育局啊，睇及实啲师资啦。我细个走去读书，走去嗰啲咁嘅课外活动啦，人哋要上噶嘛，咩乒乓波、乒乓波啦，扫描，有一科扫描。嗰个大陆讲嘢都唔正过阿 Sir 噶教嘅，佢咁样讲话，人哋想扫描画画嘅，我想扫描做功课嘅，画咩画嘥时间，全部攞啲功课出嚟做，明问我，咁都得噶，哇，做咩啫你？乜嗰啲 friend 问下，唔知佢做咩？你喂，咁你课外活动嗰个意义何在咧？即系留堂做功课？哦，咁样啊？系啊。咁啊，校长嚟巡堂咧，扮晒嘢，嗱，教大家画个圆形啦，咁样，屌你真系，真系好啦，核突嘅，即系你香港有阵时啲嘢，好多都系嘅，咁啊有啲好，有啲唔好啦，系啊，我小学嗰个校长就非常之好啦，系啊，有好有好有好，咁其实都要系正视下嘅，学你话斋，成个教育局研究下究竟香港，同埋我真系觉得而家啲学生咧，你哋有晒咁多 internet 咧，真系唔怕打小报告啊，你唔系话做佢。打小報告就話想個教育制度咧，由你哋嗰一代咧開始咧就係搞翻好嘅。你覺得有問題就出聲。我哋僆仔嗰陣時係冇渠道，你同你到老豆老母講，你老豆老母話你有問題啊嘛。係，即係我俾人，即係我花曬嘅咯，抵喺一間學校裏面，全部所有嘅缺點小過子，全部都係個阿 Sir 俾我嘅。咁但系之后嗰条友俾人拉嘅喎，但系我个记录就喺度咯，冇噶啦，我唔紧要，只乜所谓啊？由嗰一刻开始，我谂住我就唔会用呢一个规矩嚟揾食嘅，明啦，好彩啊，系咯，系咁先啊，好，拜拜。